全世界啊，所有的企业的一个母亲节啊，所以咱即摆吼，伫咱的身边边有侪侪啊，咱的即个老母吼，虽讲啊，可能不是亲咱的老母，不过咱伫厝的店内边，就哪亲像咱的老母啊，就哪亲像咱所定着的即个啊，咱的时段啊，所以咱来用伫咱的啊特别价钱啊，多些好品啊，那是一点结果咧，把咱拢来讲吼啊，母亲节快乐，辛苦。会当来起做，也有可能会起
也会兼合的家庭。啊，是讲啊，老母伊的这个角色所带来的这个影响，有可能为着家己的这个儿子带来终身的这个祝福，还是讲带来终身的这个伤害。所以如果讲老母的这个角色会当来影响兼合的这个世界，这当然咱你讲都这样，咱大家拢回答啊，这不是夸张的一句话。这是夸夸一个代志，真正这是一个应用，真大一个应用。咱来讲外面的世界，咱对圣经内面，咱来思考，伫新伫旧约，伫新约各一位的这代表性，咱看见伫新伫旧约内面，这夏娃，伊当食了这个分别好歹树的这个果子了后，伊成功，伊也成功，予伊的先生来吃，予伊丈夫，予阿公来吃，你摕去吃，真好吃，哇！这个真侪会当真侪一个老母的这个身份，伊无来会记得上帝的这个吩咐，袂使吃。唔过伊家己吃了，来影响伊的丈夫，比较影响咱以后的这个后事，咱的这个家庭事事。所以伫这来看见，夏娃所带来这影响到底是啥物？是教训，是批责，还是祝福，还是伤害？另外，咱也来看这个信仰的这部分，来看见上帝来坐海天赛来问玛利亚，来给说明你是受拣选，你是受拣选。所以呢，要对你来伸出这个耶稣就是救世主。所以呢，伫这内面来看见，当玛利亚伊当然伫听到的时阵，伊当然嘛是惊讶。我是一个祭司师啦，那有可能会当来是上帝这个拣选的。不过伊啊，落尾伊也欢喜来领受这个对上帝来的这真重大的这责任，而且伊也甲伊的未来的这先生约瑟也互相来鼓励，来承接这个祝福，因家己本身也来祝福这个世间人真重要的这个角色。所以咱看见玛利亚伊所带出来是披着，还是贴背，是祝福，还是伤害？当然，咱对于这圣经的这人物，这两位的这个老母的这个角色，其实咱也真清楚。夏娃伊所带来这应用，以及玛利亚所带来的这应用呢，到底是偏向哪一部分？所以这两位老母也形成真明显的这个对比。所以呢，咱看见夏娃会当讲是，咱讲哦，众生之母。不过呢，伊贪恋，伊要期待会当甲上帝同款，期待会当甲上帝同款，会迄种的这智慧。所以呢，来违背上帝话，以后伫这个罪甲死的这个诅咒来临到伫世间无几人。不过呢，上帝啊，拣选玛利亚，玛利亚是耶稣基督伊肉体的这个老母。因为玛利亚伊的属父，所以耶稣基督伊得将肉体来到世间，代替人来吃罪一个赎罪祭，来消除这个旧咒，让人甲上帝会当隔阂，让人甲上帝会当隔阂。所以咱看见，这两个老母真正改变世界，应该会引起见到的这个妖魔。对主讲牧师的时候，夏娃带来这个痛苦，也带来伤害。不过玛利亚也带来这个喜乐，也带来祝福。所以咱会当看见，真正一个角色，我到底要好好来扮演，还是讲我凊彩来互这个角色就安尼误会？今仔日牧师做要讲真多的这个道理，也是讲真多有关，我就应该安怎样做，应该安怎样做。下面我需要要透过两个咧，透过这两个咧，予咱来做伙来思考。我若做一个老母，吼，讲诶，伊若是我需要来详细讲着老爸的这个角色，甚至也讲着囡仔的这个角色。因为咱知一个家庭的经营，毋是这个大，毋是来靠伫一个人身上来听。所以若无有时阵吼，若是到伫这个母亲节，也是父亲节，也是任何节期，简单针对一个角色的时阵，有时阵咱会感觉讲哦，哇，这个大头真重咧。哦，为虾米我都爱做这個，都爱做这個，我都爱完全爱分论，拢袂使讲虾米话，怎个对伫这内面，无输今日对伫这信用的这部分，咱三个来思考。原来一个家庭的这经营，当然爱要上帝做咱的头，然后这个伫这家庭内面每一个成员，拢爱互相商量。
互相三件，互相应用。所以讲，第一个，这个地，我所以甲咱分享，就讲这个人物这个兄弟啦吼，这个兄弟。当我也犹原是这个台湾神学院的学生的时，迄时阵大概是1996年吼，1995年、1996年的时阵，那时阵就是有学校的这个车牌，到底台北的即卖这七千教会啦吼，台北的这个台教会吼，大直教会。伊遐实习，伊遐实习的时阵，当时有一位也是即位兄弟吼，当时我咧关心咧带领，伊时阵拄拄是福中生名名，大概是2013年吼，伊个名叫做吴义之。伊目前是咱台湾上优秀的即个新生代钢琴家之一，现今是即个国立的即个台湾艺术即个艺术大学音乐系的即个客座的即个助理的即个教授。也捌伫即真济参加过真济即国际甲区域性有关的即、這个即、這個、比赛甲即表演，或侪侪啊透过伊的即、這个钢琴的即论述，也得到真大即帮助。因为也知伊有当时来表现出伊的即、這个即、這个伫钢琴顶面的即个才艺而已。伊也常时常常透过钢琴也来做获得会，也来来分咧分享的时阵。让别人知影讲，哇！你今日这么老，原来是背后有你的家庭信用顶面的支持。更加重要是一位兄弟的上帝，赏赐予你有这么好的一个恩赐，甲这个才调。所以呢，你伫这顶面就是讲吼，这报章杂志，也是这媒体，常常在甲访问，也伊也家己安尼发提起，就讲，伊自细汉对细汉到大汉，伊的父母。都是用信用加做家庭的核心，对伊的教育方式到底是啥物呢？对伊的教育方式三点：第一，信用第一；第二是健康；第三是学业。所以信用第一，健康第二，学业第三。这可能对咱现主持诶侪侪个即世俗个即价值观来讲，可能讲讲那也是在安尼，学业则是第一啦，然后健康第二，可能信用。排考第三考，佫袂歹啊，佫有前三名。不过咱旁边即个卢医师伊个爸母，感觉讲毋是安尼。如果我个囡仔伊个才艺也真好个话，伊只是偏方家己，呵护家己尔尔。不过呢，如果若无健康，我可能安尼演奏一阵了后，可能我就无法度继续学习。可能伫演奏过程，我就分离，也是安怎？也是讲上帝给我遮尔好个即个恩赐，如果我若无法度继续来支持。为了出来做工，安尼讲是真无彩。所以伫这顶面看见，自细汉的时阵，伊的老爸就对伊的这个性命，看见上帝所赏赐予伊的细囝这性命，伊就定定的这个目标，信用第一，健康第二，学业第三。所以伊家己也捌分享过，就讲，伊咧对媒体讲吼，我之前只是一个。先活伫一个信用家教真好的一个囡仔，信仰家教，咱讲吼，刚刚看见一个囡仔时阵，讲哦，伊家教真好呢，所以伊家己嘛形容讲吼，我的信用家教真好，所以伊就讲吼，自细汉伫教会大汉，所以吼，到底即个每一个礼拜日，伊讲吼，拢免父母家提醒，伊即双脚吼，得主动。虽然吼，那亲像心无主动，不过呢，这双脚着主动的，安尼来带到伫教会，爱去参加聚会。然后呢，这聚会这时间一结束，伊着搁双脚搁带伊搁转去教会聚会呢。不过伊也去教这个会面讲，不过对上帝，我却一直无健康而且一发。我只是那亲像我礼拜日来到教会，然后一聚会煞，我着赶紧搁转去。我已经有交代，我也互爸母感觉讲，你互当别别人在讲的时阵，哇，你的囡仔哦，拢迄个真好哦，拢来教会，也有咧参加服侍，安尼哦，对爸母也有交代，对上帝有交代，对牧师也有交代。所以伫过去，伊感觉讲，我是一个信用家教真好啊，不过我真正无信用，我对上帝一直无真正信任。所以当年到伫17岁时阵，有机会有机会申请到伫即个到伫即个欧洲奥地利的即个维也纳，去
去遐读册时阵，去遐开始啊，搁进亲来进修有关于即个钢琴甲音乐即个部分。所以伊等到伫即个维也纳，伊也啊，因为嘛是父母的即个提醒，啊，都只有个信仰啊，即个信仰家教很好。所以当伊到伫维也纳，伊嘛感觉讲，对，我嘛是爱去寻教会。啊，所以呢，伫维也纳都拄拄有一间即个啊台湾的教会，大概只有十五人至二十人尔尔。不过伊也知，无论人侪人少，我礼拜日我一定爱去教会。我若无去，我上加班拖我去。啊，所以只是知讲，我就一定爱去教会。所以伫即个内面，伊也透过伫遐的即个渐渐的服侍，伊也开始来学习，向上帝来呼求，向上帝来祈祷。所以时阵啊，即个卢易斯伊也发现讲，伫信仰内面有实在有太侪太侪即个折磨的即个问题。所以伊家己也来做见证讲，迄时阵我就感觉讲，即个信仰倒来互我感觉真忝，倒来互我感觉真忝。伫伊的即个回顾的内面，伫伊的即个记忆内面，伊感觉讲，甚至有一段时间，伊想要来投向即个信仰。唔过呢，当伊真正认真讲好，这礼拜我无要去教会，我这礼拜我无要去服侍。当伊再来开始安尼这想法的时阵，伊心内却感觉讲真空虚，佮感觉真空虚。我若无去教会，我要去倒位？当我若无去教会，我去做别项代志的时阵，却感觉伫生命内面，咱欠有一项物件呢。虽然对伫遮也互咱看起来讲。伊伫即个信仰内，唔单是到伫欧洲，还一直咧学习即个在地名店，伊也对着信仰一直咧在潜心咧授课。所以当伊去到伫即个德国的柏林的即个华人的教会时阵，伊就捌一群第一代的即个基督徒，伊看伊讲，伊迄群的基督徒，因真正知讲家己到底是咧信啥。所以，卢易斯伊也渐渐对着迄群的基督徒，伊渐渐来学习，渐渐来调整伊家己信仰的这个态度。所以，伊才有提起，就讲过去伊教会服侍，伊拢看到着就是讲吼，啊，伊教会服侍，即拢做义工啊，因为我会晓做这嘛，我会晓这个财源，我有这个文书，啊，所以吼，啊，这个牧师也是讲吼，这个服侍啊，这个负责人，当然就爱找我来服侍啊，若无，啊，这就无人会当服侍。伊过去就是感觉讲，这是一种即个自我观念。伊讲，这是做一个做义工、做义工的态度。不过呢，当然上帝无需要咱做义工，真正上帝无需要义工，上帝无需要义工。所以伊透过伫迄个学习，也透过伫服侍内面，伊渐渐看见过去当伊教会咧弹琴咧服侍时阵，伊感觉讲，为什么我的态度是安尼？只是让人看见我的才艺，让人看见我的文字，看见讲我摆坐坐的这服侍，也是讲无摆坐坐服侍，嘛是人三尺四尺我才来服侍。互伊感受着讲过去，我拢感觉讲我为着上帝服侍，只是一种去感谢自公式的这服侍的了。伊讲自从一日倒掉后，伊讲我要将这正我态度，我要提，我要将这正我态度来提掉。伊毋嘛，伊个服侍内面会当更加来敬拜上帝，也透过服侍来受改变。伊毋是讲要互人来看见伊个即个钢琴，然后来家己学乐，来家己学乐甲达志。毋是，伊讲当一遍搁一遍的服侍，就是上帝予伊来调整伊个信仰，予伊那亲像愈来那亲像上帝啊，最后所一面。所以即个后尾佫分享个讲，就是因为安尼，予伊个服侍也愈来愈甘甜。拄则有讲，伊又讲一段时间，即个信仰也是服侍带来予伊真感觉真大个即个感觉。毋过呢，当伊开始转换即个态度时阵，伊就看见，原来我服侍是一个真甘甜个服侍。我服侍是上帝所予我个即个真好个即个机会。所以呢，我即摆毋是愈做愈忝，我即摆是愈做愈欢喜。所以伊就是透过参与伫教会服侍，卢易斯兄弟，伊伫即个过程内面更加来认捌上帝，而且甲上帝来建立即个亲密个关系。即个他亲像即个波德的根要连伫即个波德树，即个咱来得真侪个即个根基。所以感谢主，伊即摆嘛无袂记得爱四个到伫逐个所在。
去演讲，也是讲到伊学校，也爱去演讲，去到教学，伊嘛无袂记得爱伫教会，爱伫即社区，爱伫任何所在，需要伊去来做性命见证的所在，伊拢也愿意去安尼来担当一节时间。所以感谢主，伫遮互咱看见，如伊之也因为是即个父母自细汉的时阵来教育伊，互伊知讲细汉的时阵，现在伊毋捌代志。不过呢，伊会晓祈祷。伊讲吼，主啊，比赛我赢，比赛我赢。有啊，伊有祈祷。不过这祈祷内容，伊只是感觉讲，主啊，你爱我赢，别人输，因为你想赢我，因为我有祈祷。不过呢，当伊真正大汉，渐渐大汉，面临这个国际的这比赛时阵，伊开始渐渐来学习，来对上帝讲，主啊，恳求你，互我当将平常时所认识的。伫这台顶的所在，上好的这表现，不管这结果好还是歹，只是阮对上帝，予我会当来荣耀伊。伊的这态度完全改变，过去只是参加任何比赛，伊呾想要赢，想要赢，要得第一名。不过呢，当伊渐渐信仰态度改变了，伊知道每一项的这比赛，每一项可能，别人可能比我信用搁较强烈。别人可能也伫即个练习的过程比我更加认真，虽然上帝是一个公平的上帝，虽然到伫即个内面也看见上帝怎样来拣每一个伫伊内面所修饰的一个百姓，所以伊感觉讲对，我所做一切以后就是要来荣耀上帝。所以有一次伊相信，不管伊成绩好也是歹，上帝若要使用咱，伊拢会当用伊的方法来荣耀伊。所以也真心在期待，每一场这个演出，伊拢会当来应承，一直为着上帝来做。好，所以这是第一个，咱可以讲，可能会讲讲，因母亲节来讲，这个兄弟到底有啥物关系？有真大的关系，又是父母自细汉就将伊听了，伫教会内面，伫上帝的话内面，予伊无偏错，伫这信仰的中间。所以，要小处，互咱看见，如伊之伫伊的老爸、老母的这提醒内面，来记住一个真重要的观念：信用第一，健康第二，合约第三。再来，咱来看第二个的这个可能也是已经两礼拜咱也是少年的一个咱讲吼孙悦叫孙悦弟兄，也是孙叔叔等等咱来讲孙悦弟兄。孙悦的这个查某囝这个孙向林，爸爸讲起来讲吼。等于爸爸这个洗礼了后，哇，真正性命也一直渐渐在调整，一直在改变。所以吼，伊个过去可能伫这个演艺圈内面，哇，演真济的这个电影。唔过，等于这个有这个信用了后，感觉讲我袂使过头伤济时间伫这事业的这顶面，要在上帝后面来使用我，来提升我，来。我了我，可能阁有我会伫这一生这中间，阁做侪代志会当来做。所以这个伊的查某囝就捌分享下讲，伊爸爸当要来专做这个来做这個公益公益活动的时阵，当然拄啊开始在灯会这边做公益吼，哇，真正嘛是投入真侪时间。因为孙悦伊兄弟，伊是一个真认真的人，所以伊认为讲，我若做啥物，我着爱真认真。我就要拼命拼尽，才会当感受着讲，我真正是完全投入伫个内面。所以真正，当伊我转过做这公益的这事，来这事当时阵，伊的老母，就是伊的太太，我甲讲到有一段时间吼，真无法度了解伊，因为第个吼，除了迄个无去演戏的这个部分吼，这减少这收入也减少。这个做老这个做先生的也常常看无着人，因为就是早出晚归，伊也感觉讲吼，伊都有需要爱去做公益的这代志，伊就赶紧就走去，赶紧就跑去，赶紧就投入伫个内面，所以伫这内面这个孙悦伊家己也本身也捌安尼做安尼这个解说，讲拄拄开始当咧做公益的这个服侍时阵。只要有人来甲邀请，伊就最对头到安尼一直无用，会全部的这投资。不过呢，等到一段时间，上帝甲提醒，伊也互伊家己来发现，哇，对伫家己的这个保健，
竟然愈来愈不了，唔单是愈来愈不了，甚至伫外面的时间比伫厝内面的这個时间更加侪。所以啊，所以伫上帝的这个话的这提醒内面，伊也渐渐来调整伊家己这个心情。所以每只一定是等爱，一定爱等去到伫厝来陪伴伊的父亲啊，来陪伴伊的囡仔。所以伊也来学习，来讲我认真学习。以家庭真做优先，所以呢，只要厝内面有任何的代志，伊就来排第一位。所以啊，虽然伊也刚提醒你讲，唔通袂规定，哦，不要忘记我们还有一个家。咱是咱一直咧拼事业命定，我唔是咱一直换工命定。虽然也重要，厝真重要，厝唔是咱等候有钱人命定，也是讲等候神仙命定，嘛是讲等候我的囡仔命定，厝是共同建立。所以，这个厝也是一个对伫每一个人来讲是一个真重要的一个活动。伊这个厝是支持咱，予咱一步一步向前稳定进行，相信孙悦也表示讲，只要咱心有余力，拢会当来付出家己的痛心来做公益。所以家庭伊就讲，那对伊来讲，家庭甲公益的这个服侍，伊将家庭来办这个。所以看见啊，孙悦对伫这家庭的这重啊，这重视，所以伊家己慢慢拟定十个啊，来讲实则有关伫这啊，对伫这家庭哈、啊，绝对爱家守则啊，绝对爱家守则哈。以前讲，咱就刚才这堂课啊，因为可能每一个人对伫家庭这经营可能有无同这方向，你可能看见孙悦伊对一个啊，一个女性家得到性资料啊，看见讲。这世间真多这宋江人，这可怜的人，哇，伊就完全投入，唔过咧，啊，又是一头拼过去，啊，伫对伫家庭的这部分，啊，那是就以前啊，拢是偏啊，看到伊这个啊，这个恩义的这事业，所以嘛，忽略伫家庭。然后当伊来转换这个跑道，啊，加做啊，这个公益人物的时阵，伊嘛啊，赶快要失去这个平衡。啊，所以当伊这个人生渐渐安尼逼近逼近过的时阵，伊也感觉，伫这内面，伊来写出一个啊，绝对爱家守则，予其他人会当来学习，也予其他人会当做来看，哎，伫这内面，伊愿意来调整家己本身。所以第一，我来看伊，伊安尼讲，伊讲吼，我要常常让家人知道我爱他们，我爱他们。第二就讲，每礼拜上少来用一项来参与伫家庭的这活动。当然，这活动无论是啥物活动，只要是全家伙会当做伙，这拢不要紧。第三就讲，每天给家人一次主动的关怀。哦，过去咱有人在甲问讲，每天啊，你过去都没有每天吗？啊，伊讲真正过去吼，我可能连一礼拜都无，可能一个月啊，就我做无用。啊，所以吼，伫这无用这内面，将这上基本的这代志来甲忘记，把它忽略了。所以讲吼，不行，现在我要来提醒自己，每天给家人一次主动关怀。第四是啥物？尽可能来解决家人的问题，尽我的这力来解决厝内人的这问题。第五，常常我厝内面的这生活是充满这个喜乐，充满了这个情绪。啊，毋是倒去厝，就感觉讲哇，这重特别来，哦，伫这工作的这职场就已经重担，啊，然后伫这路上搁塞车，哦，搁倒去厝，搁感觉搁是重担，哇，安尼规年趟天都是伫这压力的这内面，所以讲会使立化来开始，常常使家中的生活有情趣，第六，常常与家人分享我的心情，常常与家人分享我的心情，第七。悠闲哦，养成给家人写卡片的习惯哦，这是一个你啊，刚才讲这是伊啊，真爱诶啊，最主要的时阵的完成者，所以刚才讲这个部分是一个真好的这部分啊，伊刚才讲我来维持伫这个部分哦，所以这个部分哦，文老师哦，也常常帮咱写好我管理囡仔哦，我讲诶这个部分也真好，特别以正面的言辞与动作取代对家人的。你讲吼，过去无用，所以一倒来厝，看到啥物唔对的时阵，就开始批评起来，无先去来了解我囡仔为啥物今日在做这代志，为啥物这厝啊是发生啥物代志，我无先去
了解，然后在第一眼 看到之后，我马上就批评，马上就责难，所以为什么我来道歉？因为现在有上帝话面在我内面，伊讲我性命不能在过去的那个样子，所以我爱道歉，爱道歉。第二，伊讲吼，家和万事兴。各位，这是一个一直持续在学习的一个功课。你要怎样逼出来调下？不是讲啊，刷刷去啊，安尼好，安尼好，不是。伊讲吼，爱情真来面，安尼才有可能会当来啊，会当来啊，来起造一个啊，家庭气氛真好，真个逼出三个三夫妻的一个家庭。最后一个就是讲，无论什么场合，我都毫不介意的告诉旁人，我爱我家中的每一个人。我爱我家中的每一个人。好，我们讲啊，做吝啬，还是讲啊，做歹势，这讲这，这哪有啥物通好讲？不是，咱来讲，是得讲伫别人的面前讲啊，我的先生，我的父亲啦，我的囡仔，因怎样怎样。有时阵，这当然不是讲，当然咱人是讲过头啊，顶顶个娱乐，大家拢会拢听得出来，迄不是一种偏颇，迄是一种的这个听，迄是一种的听心，是一种的这个尊敬，是一种的这个提升。啊，所以当咱的厝的人伫外面，当安尼在甲咱娱乐的时阵，咱会感觉讲哇，感谢主哦，原来我的先生、我的太太、我的爸爸、我的妈妈、我的囡仔，原来我的关系是遐尼好的，是遐尼好的。啊，所以感谢主，我来甲透过啊，伫这个岁月啊，兄弟，伊伫写到伊所十项的这个对伊家己本身的这个要求甲提醒的内面时阵。当我家己咧看的时阵，我也感觉哦，我嘛真侪点，我做无够呢。哦，我嘛真侪点，哦，我嘛爱来爱来努力呢。哦，因为伫内面哦也真侪，就是讲哦，你每一工你着爱做啥物，爱做啥物，有时阵感觉讲，哎，啊，着斗阵啊哦，啊，人着看见人啊，啊，咱着搁爱规矩，搁爱讲啥物。哦，有时阵哦，就少了那么一句话，啊，着哦对方我着感受着迄种迄个心灵的迄个同在。那个同在，啊，所以啊，感谢上帝，也当透过啊，伫啊，当然，这个爱家啊，这个绝对爱家守则啊，是过去特别宝贵的一件啊，这个岁月啊，兄弟也这文章，除了伫最近啊，像做安尼，来这媒体啊，搁渐必定将这个文章搁退出来时阵啊，也都我真好一辈的这个时刻，伫家庭内面，对伫家庭的这个经营，对伫家庭的这个品质，要要成就吼。不是将这呾拢放伫母亲，也是老母，也是妈妈的这个心情，是每一个人拢爱共同来经营。当大家拢做伙共同经营的时阵，老母的这个角色才会更加的凸显出来。这老爸的这个角色才会更加凸显出来，囡仔的角色才会更加凸显出来。我来看见每一个人伫家庭内面拢是非常重要的，欠一个就无袂使。欠钱的比赛，所以感谢主，原来这我所以简单用这两个咧，互咱做伙来学习，互咱做互相来得到天赐。当然也要搁一遍来祝福咱每一位啊，咱的老母母亲节快乐啊！当然，而且有这个借钱咱有阿哩咱天赐啊，以这特殊点家，咱的特殊点都好。他的儿女起来称他有福，他的丈夫也称赞他。另外，也伫另外一段的这个经章，经元三十一经章讲，他开口就发智慧，他舌上有仁慈的法则，他观察家务，并不辞嫌犯。他的儿女起来称他有福，他的丈夫也称赞他。啊，所以你接下来啊，但最后啊，点经元的三经再讲再教，再讲，你要使父母欢喜，使生灵的快乐，欢笑的祝福。继续锻炼，咱每一位扮演母亲、老母的这个角色，咱的啊心怀，予咱会当伫这个地面上看到上帝所予咱的这个角色。这个角色，刚才有时阵咱会感觉真重大，啊是安尼。不过咱唔通袂记，这是上帝所予咱的一个祝福。这祝福是唔单是祝福伫咱本身内底，也袂祝福伫咱的家庭，祝福伫咱的囝囝孙孙。咱担心来祈祷，耶稣，我感谢你，你听我，你将我名赐予我，也照着你的形象来做人做女。主啊，今仔日我就是要为着我
的妈妈来献上我的感谢，伊将伊来手术伫我每一个家庭，伫这每一个家庭的内面的事，主啊，当我检查伫我的人生的这过程内面，检查有时阵我会感觉讲，我的老母毋是一个真完美的一个老母。不过，当阮在讲这个话，在做咱的思考的时阵，有时阵主啊，阮嘛反省，阮有认真正做一个认一个适当的一个先生嘛。阮有做一个来做一个适当的一个兄弟查某囝，互阮会当伫这彼此内面，互阮会当三个来互相祝福，互阮互相来三扶持，互阮会当互相来三听，互阮照着主你的教示。照着你的心意来起做，来起做一个尊主最大的一个家庭，予阮看见，就祝你伫家庭，伫阮每一个家庭内面，这个家庭才会当成做一个受祝福的一个家庭。主感谢你，搁一遍将阮的老母献上伫你面前，愿主继续来提升伊，来予阮才会做囝儿孙的，予阮才会做先生的。让我来敬重来疼惜我的太太，我的老母，感谢你将一切荣耀归在你面前，安尼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